家常音乐，可别其他进来坐喝茶几水果，听听我们家的家常音乐。陪你跟你同学说这里人真特别多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常音乐，可别其他进来坐，在学校学不动，我们一起帮他加强音乐。跟你同学说你是个饶二代，长得超可爱，从小就听过武当派，面对社会主张爱，住在城内活在城之外， Jazz 加上 Hip Hop， 爸爸的手艺菜，听见到的叔叔都懂四大元素，知识来自生活不是那节目，他们全心投入，知道那并非全部，喜欢西洋音乐也爱芭乐莲雾，除了陪你画图我也是家里大厨，转给耳朵放毒，但逃课不爱高热，所以我用低温速飞搭配手感烘焙，这是粉香草莓带出来的特殊风味，看我左手牛排刀，右手一双筷子，一边 chop samples 一边夹进拍子里，同学没有见过分不清吗还是你，下课后带他们来这里，让他们爱死你。 Baby 跟你同学说这里人生特别多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常音乐，可以请他进来坐喝茶几水果，听听我们家的家常音乐。 Baby 跟你同学说这里人生特别多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常音乐，可以请他进来坐，在学校学不够，帮他加强音乐，独奏乐队在卖力的演奏着，突然被我暂停倒转重复播放，一颗一颗的声音从我房间窜出，阵阵低频穿透楼下和楼上，房里弥漫着高浓度的音乐小分子，不管我在听着歌或是想歌词，唱着鼓跳着舞在我的厨房，闯进我的日常就变成了家常。由于我的创作食材来自在地，其中菜单上的都是我的爱意，喜欢这种妙味洋调的vibe，嘿，上菜请注意，香味四溢的vibe。同学说这里人声特别多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常音乐，可以请他进来坐喝茶几水果，听听我们家的家常音乐。你同学说这里人声特别多，这是我们家的家常音乐，可以请他进来坐，在学校学不动，我们一起帮他加强音乐。Baby.